现在是早晨6点，来到辽西的渔人码头，看看有什么东西吧，主要想买点螃蟹，看看有没有。因为一会儿回北京嘛。有那种盒子，有冰是吧？对，啥都有。啊。哪哪咱这啥，皮皮虾也有。我怎么觉得贵点儿？45。咱家这螃蟹怎么办啊？这个啊，25哈，当地。那这个呢？这个啊，20。嗯，这花盖当地的。我花盖哈。我看看这25的螃蟹，我看看。这都是公的是吧？对，现在就是公的，母的也没有活。哦，这都属于卡皮儿少。哦，现在都是公的，多肥呀。嗯，再转转，也都有箱子是吧？嗯，好。这坏的。他这个都是加的，这个没这个没关系。啊，这个是多少来着？这个。这是都活的吗？咋不都活的呢？哦，都是活的。来，多少？挑几个。我操，大的小的无所谓啊，只要吃吃那味儿。可以吗？嗯，走。真凶。行，走。瞧那几个，哎，这个装一大，够了几个了？把咱这个装进去。然后这个再装几个。这是20是吧？25。那个呢？啊，那个多少？不，我说这是25啊。对。啊。行吗？行行行。别挑几个，要肥的。这玩意儿我。这要全的。嗯。